这就是石头山山壁，真的是山壁。对，你没有感觉它有磁场？磁场，等一下。荷叶花草呀，是薄荷啊。死了人叫兄，咱要叫阿兄。为什么叫阿兄？啊，甲错个做德哥，叫德哥，叫哥。德哥。我是一个民谣乐手，我是永庆，我喜欢音乐，喜欢旅行，喜欢探访各地。随着音乐，让我更深入台湾各个角落，感受不平凡的在地人文，更看见了这片土地的乐事与美声。空间观众去静心五入微，寂寂冰波处，突然已忘记。箫声如同水墨般晕染着诗定，让古朴的世界添增一份清淡雅致，也灵动着这里的人文情事。诗定位在石碇溪与乌涂的交汇点，昔日以种植包种茶起家，也是平林、深坑、双溪一带茶叶的集散地。自从北宜公路开通后，石碇地位就被平林取代，市街因而中落。这里的百年豆腐店以及不见天街，都是游客必到的景点。特殊的吊脚楼建筑，则为老街更添一份古朴的风采。欢迎光临。哎呀，我没想到老师这个诗写得好，山歌播得好，没有啦，连黑娜的尾歌加后还不断的在创作，还有灵感呢。对的，他就是下雨天嘛，也没有什么工作，是，他就再找一些点子来写一些歌啊。因为乡下没什么娱乐嘛，是。像写这个就是描述我们不见天街啊，我们这一条就是我们不见天街。那你怎么样去描写，在这边得到灵感来写不见天街的叙事呢？因为在过去哦，在
明末清初年代哦，日据时代这条街真的很热络，当年是像一个小迪化街一样，客人称它为小兰街嘛。土生土长的方麒麟从小就没有离开过石碇，20多年前看到外国人研究石碇文化，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后来决定想了解石碇这块土地的历史，慢慢的研究之后却产生很大的兴趣，当起导游，在悠闲之时还吟诗抒发情绪，独创了58首石碇山歌，道尽石碇数百年的过去与现在。它这个是石头屋哈，一般用石头砌起来的，有没有？是，这个比较平常化，因为通常都是这样，但是特色就在这里。这个它特色，刚才我讲的那个石头山凿进去的，所以它真的是整个山这样挖开来，然后在这边，这就是石头山山壁，哎，对，真的是山壁，对呀，哦，不是石头堆砌的，有没有感觉它有磁场？磁场感应一下，其实我感觉不太出来，但是我发现我可以感觉到那个石头的味道啊，气息很浓。可是我发现这里好像有一个像沟渠状的东西，它这个沟渠状哦，功能就是第一就是为了要啊不让这边潮湿嘛，是，它会把它集中在一起。那还有个最重点的工程也是它是可以上楼梯的时候当扶手。我了解的，所以这个水可以这样流下来，可是这个凸出来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要下楼梯这样子，对，可以当扶手，那个要滑哎，这样子。所以说老祖先的智慧很聪明。所以这个石头屋还真的是蛮有智慧的。对，来，我们去看防空洞。防空洞。哦，这个防空洞很大气，好大一个。不是这个啦，这边这个啦。这个，拍水。里面很凉快哦。老师，你带我进去。来，你进来看看。好。这个纯石头凿出来的，还可以坐下来，对，还好啦，对，但是一家人，古时候这一排房子后面都有防空洞，看起来感觉像是沙尘岩嘛，所以比较好挖，它是褐色三层旗的沙尘岩，它是比较硬度，那个密度比较没那么高，但是它不要去动它的话，它很耐。可以耐很久。是，我以前小朋友可能就在那拿一点，哦一点。用什么磨，它都会掉下来。啊，较早伊当初那个囡仔想整还是无乖，敢会夹规个遐内底？有可能哦。有可能哦。伊在囡仔较惊爸母，因为看他爸母尊严较大，较有脸。啊，即卖跟他讲宠，有时候父母比较宠，因为小孩子少嘛。所以讲即卖囡仔都会在用。两字来个去描述他，本来唱歌就较好，啊，即卖少年拢唔好，直接到麦当劳大口在食减肥。老屋传奇，山城百姓，石碇这座石头城，在神明护佑下，展现出这个小镇旺盛的生命力。街坊好友相聚愉快，吟唱在地歌谣，更让人感受到。生活在这里的人心中的喜乐与美好。所以这边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景观哦。对啊，东岸跟西岸石头都连接在一起，证明石碇是名副其实。跟石头没有办法切除关系，那这个就是我们称呼的吊脚楼。吊脚楼就是这个吊起来，东西吊起来那个吊。其实是挑咖，然后撑起来啊。古时候就是比较没有空间嘛，以和争地，啊，为了做生意，为了民生问题，所以它延伸出来。向外延伸。对。这做店面做生意啊，楼上是居住环境啊。然后把它写了一个歌词，可以去描述它一下。哦，又有歌了。生来打旗做平静，当归林口开业。哦，这边在当归。当归，对，当归。为着生活的环境，搞不中则就厝卡起底贴半边啊。哦，贴起来，这个吊就是形容我们吊脚楼这样的环境。哦，是这个就是嘛。啊，另外你
你也看，嗯，东岸的石头跟西岸的那个页岩都衔接在一起，对，连水都要走过石头上面，是，所以说说实在，石碇真的是地灵人杰，龙盘虎跻啊，石头城啊，嗯，的确，对啊，跟石头永远就是相生相惜，名副其实，嗯，石碇就是石碇。离开老街聚落，向远山前行。倏然间，眼前呈现令人惊艳的山水景致。这里蝴蝶飞舞，花儿芬芳，徜徉其中，令人动容不已。真是难得的人间净土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哦，就是我们福建水库上游集水器的一个碾泥头。哦，是。哎，老师，你说就是这个区块是不是？这个是集水器，它再进去就是属于池潭的区块，也是永安里。啊，我现在看出来了。你说这个圆圆的这样转山的位置，转溪的位置，那个头像是一只碾泥的头。OK。尾巴往那边翘，有没有？沿着这去。啊，是是是。所以说这边的农民哦，过去都是种茶叶为主，那现在还是种茶叶。是是是，这个环境地理很好啊，因为这个有一个日本人的工程师，他到台湾来观摩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翡翠水库，他曾经说这个地方做水库是最很妥当的，因为它称为九龙蓄水。哦，九龙。哎，九个山头往这边集中在一起，就保护这个区块。嗯。啊，所以讲，记得说在当时在盖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农民都会去想说啊，说我们土地都被征收了，所以赶。后来就围了一浪一步嘛，就很感伤。啊，所以我们当把它变成一个村歌，常常在唱，说为着台北的英国，最阴后天啊打高波嘛。供应市民做水库，村民糟蹋个无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农民的心声，一个写照。是是，青山绿水，生机盎然。这里的农民喜悦的分享，最纯净的作物，让人感受到置身在这世外桃源，有满满的幸福感。有个替屋啊，哎，林大哥，哎，老师你好，好，来，大哥你好。欢迎，黄老师你好，大哥你好，真是永庆，欢迎，对，那个你好，就是方老师有跟我介绍说，咱家这就是我们石碇的一个奇人呐，哈，茶农，哦，茶农，班茶，制茶达人，隐身在茶园之中的一个奇人呐，班茶，那个啊，哦，这替屋现在很难得见到，在台北，替屋这是搬运车啦，我在山路卖啊，搬运车，哈哈，我都去地山拖草才转来呢，哈，是哦，啊，拖草一扎土头，哦，这土头盖固啊，这手工打。哦，今天拍，这阮地农吼，阿哩番地吼，锄头到处无草根，哦，拢草根拢个断个，哦，镰刀到处无荆刺，哦，无荆刺，刺啥拢个扑断，嘿，哦，阿家己地啊爱断草，断地草，哦，哎，这样想起来我还蛮好奇的，在那个茶园里面的样子，哎，大哥，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去茶园里面感受一下你们这个茶园风光？哎，是，好不好？那就请林大哥带我们去茶园里面去听故事啦，来看哈，好。世居在此的林大哥，平时以务农为生，农暇之余啊，对于生活周遭的景物，可是大有研究呢。这是相思树哦，相思啊，相思是豆科的豆啊类，通大丛的就这款的。相思树，因咱那才是豆科的呢，豆科是双子叶，啊，即摆伊看到这叶啊是假叶，是假的假叶。啊，双子叶是发出来吼，长出来种子长出来第一次的叶子，我说双子叶就是豆芽叶的啦，豆芽叶啊，双子叶吼。啊，阮家吼做茶叶，啊做茶尔，啊做茶啊无加水啊，无电，啊就摕这个小火炭，啊这大叶要小火炭，爱放个多烧呢，放个窑炭窑吼，炭窑来对，啊炭窑放个炭窑来对烧吼，爱烧吼一日摆。白天晚上火都不能断哦，啊，这一天有火分起来嘛吼，哦，这生在深山内，
生伫个深山内，啊，死伫个乌土群，哦，小可乌乌迄个炭油内底乌土群，啊，啊，魂飞上天，烟火飞上天啦，灵魂飞上天，骨头无卖钱，哦，天啊，就哀怨的呢，烟蜜跟他就哀怨的，梦看你要卖钱，啊，梦看就得提行地差地得用的嘛，嗯，哦，小姐来遮看到这样相处就无同款，对，小姐感想，嘿，相处啊，路边一丛相思丛啊，相思丛，路边一丛相思丛，相思病去唔知人。医生来看讲无望，大心面来看就好当当。看到心脏的，对，心脏的这个是完全的解药了。对，那边看，那边看。哇，一个相思树有这么多的学问，这么多典故哎。哦，哎，所以这个相思树等于说是我们农民之友，也是我们台湾人的之友了哈。对。啊，我那给起来一块更多的好朋友。好，虽然林大哥自称为茶农。但对于生活周遭的花草树木、山水典故都如数家珍，就连路旁的一棵树啊，都能说出趣味横生的故事来。哇，这有地瓜嘞！这是什么地瓜？这是绿地瓜笋。绿地瓜笋。绿地瓜笋，会使做凉拌吼，啊嘛会使煮汤的，这同好的，同好食就是绿竹笋。这吼，在西人叫名叫绿竹笋，绿竹笋啊，西了人叫兄，咱要叫阿兄。为什么叫阿爷？啊，甲初个做德哥叫德哥，叫哥。哦，德哥。在世无三穿，在世只只拢无穿衫。哦，对，他赤裸裸的，没有衣服啊。嘿。死了衫裤穿袂赢，甲披衫披裤披甲穿袂去啊。可是德哥上面在挂一大堆衣服啦。好，那接下来去探讨天高地厚、大地的奥秘了啊。这边看起来跟那个我们刚才在上面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哈。风景很漂亮。哎，对对对对，这边更清新，这就是我们喝的水啊。对对对，很干净，台湾最干净的水哈。是。以前我们那边哈，那边有两个里，哎，两个林呐，两个林，二林长两个林，它两个林都全部迁村的，是被迁掉，所以那边哦有3000多公顷的都是造林的，做水土保持，所以那边水土保持都较好的，啊，较清气的哈。有3000多公顷。一公顷一缸啊，会再做700公斤的氧气哦，早晚会再做700公斤，所以叫高氧，唔是讲阮用的尔，唔是恁来用的尔，拢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本人倒用，何讲着无量？啊，唔是讲阮呐。哦，谢谢。啊，对啦。啊，你起码够，就是过去的耕地是在对岸嘛？哎，对面很多。啊，你们怎么？那你现在那边还有在耕作吗？那你们？耕作量很少了，只有以前170公尺以上50公尺，马龙协议征收的，我们的家变成鱼的家，变成水的家。因为台北沿岸水淹在潭仔土里公坡，村民遭头甲部落供应台北做水果，我真的无奈，原住民有生存权，所以在这里的人不多了，还是有生存，还有一些在这里生存啊。是啊，但是就是你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牺舍，这个牺牲呐，啊，就是成全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水库。对对对。哎，对，好山好水，真的大家要好好的一个来支这个呢保护维持，然后哦，今天遇到大哥，我真的觉得大哥跟他撒爱你，你神农氏啊，谢谢，而且。真的是你们在这边维护这样的一个土地啦，维护这边的水源哦，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干净的好水可以喝了。好，谢谢你。哎呀，真的感谢林大哥，谢谢。眼前这一片湖光山色，得来多么不易啊！这里曾有居民无奈的迁移，全仰赖生活在此的民众如此细心的呵护，才能维护这水墨般的灵秀之地。欣赏美景之余，我们也要衷心的。感恩您。咱乡亲是大，好朋友听我念歌，解忧愁啊！小弟啊，含万事无研究。人啊
讲为人难。是莫看错，少年你唔通哦，想要做阿哥啊，唔通想要做阿哥啊。石碇有好山好水，更有好的人文故事。在这里就流传着一份甜蜜的父子之情。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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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哦，郑长博是不是？对。你好，你好，我是勇气。你好。哇，很开心哎。对啊，这。哦，这很漂亮，这就是传说中的麦芽糕吗？不，豆腐乳。豆腐乳哦，哦，你也做豆腐乳哦？给他们做，给他们做。哦，啊，这几样酱诶？啊，这个是做酱油，啊，这个是副产品。嗯，啊，这麦芽糕酱油是，就是绝对保证不加，不添加任何那个防腐剂。对啊，尤其现在大家吃东西都会很担心，对不对？对呀。啊，等一下我带你看麦芽糕。哦，好啊，好啊，好啊，那不然你就带我去看一下那个麦芽糕好了。OK， 好。大店，大店。哇，这大招呢？这就是，做煮麦芽糕的大招。啊，自己起的呀。对啊，啊，有人在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用瓦斯？啊，对啊，为什么不用瓦斯？啊，因为我这个有，刚开始就有露营村证了。就是烧木材的，所以不能偷工减料。啊，真的烧木材，吃起来味道就跟瓦斯的就不一样。每天清晨五点，郑长博便起床，开始这一日麦芽糕的熬煮制作。遵循古法，用柴烧的麦芽糕，需要从金黄色小麦草的胚植开始，经过繁复的工序，熬煮出。天然且营养价值高的麦芽糕，含住，拔出来，啊，给它慢慢融化，嗯，这个才标准吃法，哦，嗯，它会慢慢自己化开来，对，就会，它不会粘牙齿，对，嗯，而且它会产生那种淡淡的甜味，那个甜味不会逼人，不会讲就吃一点，不会讲吃了会惊，嘿。这个就是我出生的地方。郑长博出生的古厝是就地取材的石头屋，老屋是用人工一锤一斧的凿砌而成，冬暖夏凉，坚固耐用。郑长博啊，是个性情中人，索性就在这老屋前说了一段往事。对啊，我就是看到就是像您的儿子王大哥啊，他现在也是跟您一起在做这麦芽糖糕，然后而且。啊，就是一样跟你很早起来，然后很认真的在工作，几乎现在都在撑起半边天了。听说他曾经给您一个很难忘的父亲节礼物，对不对？哦，那个不止父亲节礼物，头发十几年减糖过几开想就500万以上，超过以上。啊，可是真的，我现在要奉劝天下父母，有儿子如果吸毒，90%都家人知，两个鬼，啊，这样最惨，看到。找机会有证据就要关得出来，他中毒次数，那不会那么长。嗯，这个我现在得到最重要的。是，所以这个您也费了很大的心力啊。然后您就是面对问题嘛，去处理问题。我就看到就抓，嗯，来回进进出出没3、8、7次啊，连看守所啊，啊，到后来到山上就也是好奇搞啊，就全部断绝
所以就是要正面看待，去该处理就处理。而且其实我看就是麦芽糖糕制作过程，其实要花很多的耐心啊，还有那个心性要定下来。那无形当中有没有对他也有一些心性？基本上全部拢伊接去啊，包括接电话、跟客人接洽、装罐子要做多少，都由他决定了。看到这个就是王大哥他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我看有些很感动啊，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犯错要去纠正，要去改，那时候是需要很大的耐心跟勇气哈。王大哥其实他也有勇气去做这样，所以我那时候你看就一直有机会投入慈济，还有万庄做志工，有机会我就尽量付出。所以他现在他回来比我现在赚钱还更大的福报。我心中卡想，嘛是通往故乡的迄条小路。故乡的田园在等你，故乡的田园在等你，家己的田园。咱家己都来照顾，唔通脚远海里变草埔，田稻作野稻啊着播，田稻作野稻啊着播，转来去转来去合力拍基础，咱的乡里唔只好前途。免甲面乌手乌皮肤粗，免甲面乌手乌皮肤粗，家己的田园。咱家己都来照顾，唔通污染，海来变沙坡。好美的箫声啊！你好，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哦，我真的是闻声而来。对啊，谢谢谢谢，请坐请坐。是是，谢谢老师。啊，老师您的箫的那个这个意境，在这个山谷里面回荡哦，真的是格外有一番情境哦。啊，我正吹着山瑟，啊，那个山瑟呢，也就是弘一大师啊悟道了以后，发现山瑟其实是看起来它好像一直在变。但事实上，山呢并没有变，是我们的心变，是环境对比出那个意境的变。所以呢，它的静观山色苍然清，其色如蓝。远观山色亦然翠，如蓝成靛，山色非变。所以其实是我们心里在变，是环境光影在变，山本身没有变。吹箫也制箫的廖景栋老师一直求新求变，但不变的是对于音乐研究那份认真执着的心。这就是我的工作室啊。请喝茶。
好乐配好茶，哇，在这样一个清静的环境，真的是无比的享受。欢迎老师，对于箫这样的一个乐器，这样的一个音乐，其实我是很陌生的。是，但是我刚才在聆听老师演奏的时候，我感觉到老师在演奏有一种独特的一种美学哦。嗯、所以我很想请教老师，您在演奏箫的时候，您所具备的一个美学概念。啊、哦，我们现在的箫呢，发展出了多重声波的一种共鸣的效果，所以透过共鸣的深浅，利用我们的气息可以变化它的音色的浓淡。嗯、老师所谓的多重声波是什么意思？啊，多重声波是我们在制作上呢，把它的每一个声波倍频的泛音列呢调到规和重叠在一起，重叠在一起了以后，透过我们的气息给它，它就会给让这一把箫出现和声或是主声单声，好、哦，这个可以变化这种和声的深浅，那就是产生了音色的浓淡。哦，所以也就是说，让你这个箫的乐器它本身的音这个可那个 range 是更大的。对，可以变化的表情音色表情多了。这把箫呢，其实我们透过我们的气息呼出来，它是跟我们的生命直接连接的，那就是跟我们身体，我们呼出一呼一吸之间，那是一个直接的气息转换成的箫声。事实上呢，它是一个传心之气，是它在一个单纯的音符上，它可以在音本身的长音产生有线条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像我们传统的书法跟水墨画一样，它有晕染的层次感，它有线条的美，是简单的音符，但是它有起承转合，变化出这条线条的美。一点点的气息都有一点点的箫声，是，所以呢我就体悟到了这把箫其实是一个空结，它中间是虚空的，空结管中虚，好，这就像我们人的心要谦卑，空结管中虚，静心五入迷，好，急急冰坡处，突然已忘机，当我们进入这个极极宁静的状态下，其实我们可以体悟到很细微的奥妙处，我们可以悟到很多的道理是通的，那进而在这个平坡的这个声波的里面呢，事实上它已经让我们忘却的任何的跟人家竞争跟人家计较，这心是不会一直在起伏的。我自己一直在鼓励自己做一个心闲的盲人，很忙，但是我的心很悠闲，我安排的很就绪，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智慧。东方古韵的箫声背后，看见了一张西方脸孔。他是来自纽约的长笛演奏家，为了学箫，不远千里而来。You make a run, make a different road, yes.你要讲切，你要讲切，你要讲切。Oh, I see what I did. I think I know what I did. So that's I went to the wrong line. Yeah, wrong line. Okay. Yeah. Well, about this music, this is ancient music, and I think if somebody wants to learn this, this is from an ancient culture, so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learn this reading.Whether you're Western or Taiwanese or Japanese or wherever you're from.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music, so it takes a lot of hard work. For me,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his music. I've always found it very beautiful. And I feel lucky to meet a teacher like Master Liao that can teach me and will teach me.
the difference in the experience of playing Western flute and shao, for me, is when I play the shao, I'm both interested that the sound is inside of the shao. So in a way, my air and my breath, it's inside of here. The sound is, it's internal. And it's the same with me, the sense of my mind and my consciousness, it goes much more inside and it rests inside. When I play the Western flute, it's again the opposite. It's much more outward. I blow across the flute, and the sense of the air goes out into the world, someplace out into the audience. I move my fingers. There's a more external sense of my body and myself. So there's that major difference for me. One is very inward, and one is very outward.我看来有一点忍不住想要继续享受那样一个沉浸的感觉，对啊。刚才这些乐句是发自您自己内心所感受出来的。这是一首古曲，是《秋江》，是就刚好现在秋天的这个江水的那个感觉啊。是。那其实呢，吹箫它本身不只可以吹一些古曲跟古人的心思。古人的意境连结，你也可以享受当下，不一定要吹有曲。所以我有一个专辑的叫做《无曲即心》。无曲，无是有无的无。没有曲，还有无的无。哦、那这个曲呢，我们抛却了这个曲的这个束缚了。嗯。好，我们在吹无曲的时候，就是说一开始我们的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奔驰于四处。那我们要让它回来，哦，那你就是要用你的一个方式让它回来。什么方式？比如说你吹箫，吹箫让它拿来集中，把这个心的变动，我们让它游走，但是要归回回来。它是可以奔放的，让它去，但是呢，我们是关照它，关照它呢，那你关照久了以后，你那个专注力就慢慢出现了。好比说，我们如果修行人在打坐的时候，我们要关照我们的呼吸，其实它就是让我们的心念呢集中在一个正念上，专注在一个念头上。那这时候，你就渐渐的，你的心就已经回来了，就回来了到我们的这个一个正念上，所以我们回来到正念上的时候呢，那是一个好像我们觉得可以很自由的，好像翱翔这样子，就像老鹰在天空这样，对，翱翔在空中，那就有那种自由自在之感，是。
专注，摄心，进入明觉，进入无我，进入内观。舞曲即心，是传心霄韵的次第，也是入禅的次第。老师，你吹起来就是很放松的感觉。对，我们第一步先要练习说跟它契合。哦，就是先上把手先熟练它。上面按下来，对，对，然后渐渐你就把这个长音稳住。对，哎，对，在按的时候呢，渐渐去疏解开来它，放松它，它就跟我们的心、箫声、气息都连结在一起了。哦，对。有时候还有断断续续，对不对？你就可以觉察出我们的气没那么稳定，所以我们觉察出这个气息的不稳定，其实跟心也有关系。心，你就在敏锐这个稳定沉静之中，所以我们消声呢也会让我们的气息稳定，消声就稳定。让它平稳下来，心平和下来，箫声也平和下来。入夜之后，深山里的工作室传来不一样的歌声，这是廖景栋以乐会友的时刻。
箫声轻漫在石碇这座古朴山城，泛起深具人文底蕴的涟漪。方喜林不断地探寻石碇的过往，要将祖先的智慧与过去的美好分享给来往的旅人。郑长伯的双手在大灶里搅动勾芡，拉起一丝金黄麦芽糖，也拉起了甜蜜的父子之情。廖景栋潜心于传心消韵，箫声灵动着古老的美学智慧，也牵引着我们进入禅心的次第。石碇这世外桃源，除了值得用眼观看它的景致，更值得用心去感受它的美好。山雾飘渺云哪雾，雾中山色半沉浮。寒来雾似山中住，清心洗尘亦自如。